市场大解密叫麦哥的，我不用暗装，因为我就是最大的暗装啊。先卖画啥吧，我把他画几千。有人说啊，哪里对比啥好？阿妈画几千，你都不要画。几千画完了，然后荷叶是拔蜡。他还把店面装潢成夜店风。这一个摊子以前是卖槟榔的。哦，是哦。他很配合节奏，还放一点凤梨。独家秘方。白色的，再吃红色的。今天晚上10点，已经打烊。